其实只要我教哈，大部分都会成功。所以同一首歌吗？同一首啊，就月亮代表那个不是那个。你永远不懂夜的黑啊。不是小薇啊，不是小。小薇很简单嘞。小薇的确是小薇，你唱小薇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简单。小薇，你唱小薇的话，两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小薇是比较没有挑战性的。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。哎，小薇真的可以耶！小薇比较容易唱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幼稚园小班的都会唱，小薇当初就设计成这么好唱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他会变成这种街头巷尾传唱，哎，都是真的是。所以你敢挑战他唱那个吗？白天不懂夜的黑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不懂要加强。你怎么得到这个结论？不是我，是我不是。我觉得很好听的，有，对，我觉得有听的。好，不懂也有了。等一下，先回来原点，我先教你走路啊。咪哆来咪，你懂不懂？咪。咪发嗦嗦啦嗦发嗦。咪发嗦嗦啦嗦发嗦。哎，对，还不错，不错。好，你唱哆来咪就好。咪发嗦，是不是咪发嗦啊，老师？啊，前面对，后面是发咪。发啊！你发嗦嗦啦！四十颗，麻烦四十颗银杏，好不好？你先吃完银杏再来上我们节目，可以？那差不多啦，差一个音。你发嗦嗦啦，发咪发，哎。如果是嗦发嗦，就错了哦。蝴蝶还不够可怜，你们还这样整他？蝴蝶到底是什么啦？葡萄，sorry，我也要银杏。大家快！